想同大家討論一條問題喎。這個問題咧就同愛情有關。咁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？我覺得咧係女人係聰明過男人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女人咧係有一種能力可以諗到啲好難好難答嘅問題考驗。比如第一條啦。如果俾人綁架，你要用幾多錢嚟贖我啊？如果找到警察的不用給咯，那你會一定要扔東西一句你不愛我啊。第二個問題，假如我跟你媽同時跌了下海，你會有誰先？黐完黐完黐你真的很好難。容許我代表，我代表女仔說一句，其實我覺得他們很需要安全，所以咧，心底裏邊咧有一個渴望啊，好想男仔同佢講，表達到用言語表達到佢有幾愛佢，或者咁講，其實女仔係好中意沉醉喺花言巧語裏邊。但我想提醒所有男仔，即使俾你用花言巧語堆砌出嚟，冧到對方，但係換嚟嘅感情亦都係過眼雲煙。少祝福大家，其實要得到細水長流的愛情，彼此之間的磨合是很重要的。而磨合好取決於你肯為對方付出幾多，甚至乎犧牲幾多。因為畢竟愛是用行動嚟證明。傻小子之所以傻，是因為我們做事是
求回覆嘅。